你大爷，我都穿帮啊！哎，这都袂行啊！你看你，哎呦，变啊乘风破浪。长哥，你今麦在创啥？啊，你讲的呀，你讲哦，讲叫我来遮吼，想要要标旗语啊！啊，我即摆就是学啊，学讲啊，学讲要安那标旗语。啊，无，真是要去海，我是安那标啊，我也袂晓啊啦。长哥，唔是迄个标，啊，无是啊，是要去鱼市场标。哦，安尼，我知啦，这。 漳州迄个用标迄个对啦，对哦，哦看标偌值钱啊，你啊，无错无错，啊你标迄鱼是要创啥？我是要来做纸。哦，做纸，啊，先做纸是要安怎做？我即摆先来去带你去市场看，你着知影安怎做啊？诶，这真稀奇哦，真特别哦，鱼啊会当做纸，来去看卖啊咧。 哇！啊，阿成功哦，要来遮什么？要买鱼哦。这有法拢买。咱即摆遮大部拢是掠什么鱼啊较济？即阵啊，较出产拢即款乌龟鱼。乌龟鱼。啊，甲即款只村啊，台湾就是东港、阿甲苏、阿甲咱遮，咱遮排第三啦。排第三。鱼过量，都排第三。这鱼啊吼，恁看啊足内行的啦。啊，成功这鱼啊，要买是爱要安怎去看，看讲伊的品质好歹，要安怎看。 安尼，都爱靠即支啦，即个拄迄个鱼仔尾啊，来我即摆试。安尼哦，啊，叫起来。安尼，啊，看伊即个肉的品质。嘿，伊即若迄个透明度较好吼，啊，肉摸起来咧Q Q哦，伊当做生鱼片。哦。啊，若是透明度较无遐好，也是安尼，较无遐 Q 的吼，咱就咧做加工。即摆即安尼是算做，即个算应该算袂歹。阿成阿公哦，嘿，恁这只鱼啊，要去做纸啊，啊做纸。 要爱用什么款？用头啊，是肉啊，是筋骨啊，是血？因可能用脚，这个买啊，是啥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在弄啊？可能较无油，无油爱要做一点物件，较袂出油。那是较无油安尼哦，较无油的所在，安尼哦，安尼你看哦，这爱 Q Q 的啦，袂歹啦吼，真袂歹啦吼。新光电的新港渔港是台湾东部上大渔港，渔港啊面临太平洋。 是黑潮软流、金鬼所在，龟头岛啦、基鱼啦、鲣鱼啊，等等，海洋的资源啊丰富，渔业文化发展了非常的好。每年十月呢，东北季风一吹来，啊，大家就知影讲这基鱼季节到啊。成功独特的标旗鱼记忆啊，嘛成为是这个特色。无曾嘛，因为安尼啊，熟悉了新港上有名的标鱼所阿龙哥，只要讲伊需要新鲜的基鱼。 去找绝对问题啊！那即摆哦，了解做纸爱用鱼鱼了后，就进来去看哦，啊这纸啊到底是要安怎做？是这哦，对哦，啊这规片啊，这个敢亲像咱咧肉纸共款啊。无错无错。你若讲肉纸吼，咱捌听过啦。啊这鱼纸，我头一摆听过呢，你来去想讲要去做这个鱼纸？我为细汉，我就伫新港大汉的。 就是三鲜台这个新港，我是从出名的，都是这个鱼鱼，大家游客拢炸袂走。不过我做这吼鱼鱼肉纸，大家200块块嘞，都会使带去给因的朋友分好，大家吃。是会当吃吼？会啦会啦，这拄烘出来上好吃的。哎呀，好足济呢。哇，好香哦！嗯，你吃着鱼的感觉无？ 有啦，啊，我想要甲恁问嘞，你敢会晓做纸飞机？会啦，我两会就会晓啊。两会会晓。会啦会啦。啊，恁阮即摆来做看麦。我只一片是面啊吼。对哦。这坑里去差不多60-70秒。对对对对对。会烧的。头先未烧啦，后壁较会烧。后壁较会烧。对哦。
韩国。哎、欸，喂，纸飞机。啊，哎、欸，加起来哦。哎、欸，明白哦。哎呦！我来一下，奥奇代哦。我来哦。是哦。我伤细啦，你伤细滴。我安尼嘛是飞机，哦，你是坐校长来啦。是。哦，校长来啊。跟我同款。我接了个校长来啊。啊，你现在让伊想，我要奥奇代。我这就出咯。15秒以内就爱甲锁死，我足烧呢，烧我嘛感觉足烧的呢。我当初熬这吼，我就是一直想要安怎卖这个物件，安怎较卖了甲人无共款。在家是较方便啦，不过我是讲穿阮少年人出头爱无共款，对，所以我就是讲做这个飞行机，对。我除了熬这個，我即摆阁想讲看，使熬蝴蝶结无？蝴蝶结，对，蝴蝶结。蝴蝶结，别来熬，你来熬一单我讲。来，你帮我加对半，好，阁加对半。你个加对半。对，安尼阮即个甲放入去，互伊行一下，小一下。了，我用来做蝴蝶结。对，这时间伤短啊，这时间啊，也较长的吼，就发当做。做对者。安尼啊，爱买到做啊。买出来。做青蛙。做青蛙。哎，长哥，你要做青蛙？青蛙啊，啊是，不过时间无够啦，15秒尔，你就。靠技术哦，我的蝴蝶结来哦，要对号，对号，哦，足烧的呢，叫你今日会使打一个领带，啊啦，迄个烟灰了，对哦，三哥，你的青蛙要来啊，这夹皮裤嘞，是哦，青蛙，叫青蛙要哪拗啊？啊，袂赴，但我本来是要拗只青蛙哦，啊已经袂赴啊。就打你啊！哦，这下我倒，我本来凹青蛙哦，你这样安尼按两只脚爪就跳起来了，对啊，就是按这袂有啦。安尼我搁练习一下。这 NG。哎呦，15秒，其实哦，这无好凹呢。不过哦，除了讲哦特殊的形体以外啦，保证伫咧讲，这款报道啊，差不多0.01公分的鸡翅肉爪呢，全部啊是用鸡翅肉去做，无加加一点仔水，啊加一点仔粉啦。充满满满的营养，而且呢，已经啊连续2年得到台东好物的肯定。来台东若无食过鸡翅做的肉爪哦，真正是哦，哼，逊掉了。这就是我们来做纸的鸡翅吧。啊，这来经过这个切开就变纸，安就对了啦。哎呦，你看，哎，安先来冰个冰块块，无完全无法度甲切片，切个好幼幼幼。哦，拄则你冰爱冰我定定，叫我怎切？是。哎，安尼一片一片来哦。哇，你看，哇，这一抓就切做安尼啦。这是上半场了，搁有下半场，切片了，我这个要甲放在绞肉机，甲绞啦。绞。对，绞啦。拢切出来安尼哦，对哦，还个较实在。那你遐麻烦啦，你个煮菜麻烦，啊，伊个遐规地块嘞，啊，甲煮落去，啊，伊炸出来，安就好啊。我若无安尼切皮了，佮佮炸吼，我出来这鱼海出来，伊就变一粒一粒，会变足粗的。哦。嘿，我安差不多足油足油，我要做肉做来先，才会足饱。保证伫咧讲，原本的伊条准讲做鸡翅肉爪，佮一般的猪肉爪是同款的。像这肉甲绞脆就会用的，现在讲哦，一个绞落啊，才发现讲这猪肉啊甲鱼肉伊的纤维无同，而且呢，绞肉的刀片呢，爱佫较细空呢，来回安尼绞两摆，才会当达到哦有掌的感觉。你即摆摕这是要创啥？这是我的酱料啊。内底啥物件？就是加豆油，豆油，啊，搁有糖，加两盎仔，就啊，就会当，会当。差不多，因为我要互伊个鱼肉食到原汁原味。普通一般拢加足济嘛，我着用中药啦吼，啊嘛有啥物一寡遐有诶无诶足济个物件，啊你家用这两盎仔。对，阮鱼肉诶味啊，甲猪肉可能无共款，所以阮做起来调配方式拢无啥共。
啊，恁恁若无拢搞到了，甲倒了，甲做一摆做一摆悄悄。啊，若安尼悄悄咧，有诶甜，有诶伤甜，有诶伤咸，啊，人个食起来都无共款啊，口味都不平均啊。你即摆这是啥物件？即等下面当面要加入去杏仁片啊。啊，你毋是讲豆油甲糖尔尔，哪会要搁加即个物件入去？啊，你袂记哩啊？加油甲糖是调味，你透早食迄个肉纸是毋是都有杏仁片啊？啊，你讲一块块白白白白迄个？对，就是这个杏仁片。哦，哎、欸，你是要加迄、那个？啊，迄毋着，遮拢加好了，啊，你莫甲倒哩，啊，甲做一摆烧焦烧焦。对，我即个即马来，你先来帮我用较脆，较袂遐尼大。哦，你唔免啦，小我来加了，你。好，我继续用。你继续用，你用我种啥出来？懂啦，即个我了。想袂到讲做鸡鱼肉纸的步数是遮尔啊侪啦，保证伫咧讲，因为呢无人用鱼肉伫咧做肉纸，所以讲拄开始啊，伊嘛唔敢买虾米好的机器，拢是半手工来制作，费了两三个月才找到上好的方法啦。但即卖哦，这鱼肉吼啊甲吼调味料拢搅搅匀啊咧，咱继续来看这0.01公分的鸡鱼肉纸，它到底是要安怎做出来的？来，即卖咱咧，拢已经超好啊嘛吼，啊开始来做纸嘛吼。这是什么物件？这是竹啊做的，竹胎。用这哦？对。啊，那不爱用铁的迄款嘞？无，这个较会透气。嘿，可能爱较会透气。对。哦，啊，唔着，这捂起来了，规拢甲裹住者。对。先甲肉切起来。对。安尼。哎，啊，这个做切切。哎。对，外面细的。哦。那就安尼，你就规扣落去用就好啊，那就搁分安尼。安尼才平均，无只伤高，只伤薄，到时阵我的肉出就无太均匀啊。哦。爱甲平平咧。你够讲咧，为着要无平，你就规用来啊，规锅锅就好啊，无要紧。袂啦，这。无平呢？对，差不多，甲无平差不多。你啊，你啊，像这样一工一工啊。好。啊，所以一定爱甲无平。对。安尼，还佫拢，还佫够够够呢。我安尼用，其他迄无够。是吗？嗯，即来，佮咱搓转，毋是。我安尼退起来，嘿，有无？嘿。有较透明的所在，伊就会伤伤，伊就 OK。若即种较厚的所在，我就佮阿扣。啊，较厚的所在，扣啊。对，佮阿扣。扣，啊，把肉扣起来。扣厚的所在了。对，薄的所在免扣。转来。哇，无简单嘞，我。看你安尼对这接来啊，你是读这科的啊？不是呢，啊，不是你也要？我读运动的呢。耍麻将嘛，要？无啦，观光运动，带人去佚佗，健康的休闲。哦，是哦。对哦。安尼，那是讲要来做这？其实这拢是朋友去教我教的。好，朋友帮你教。每一个所在，每一个朋友，因教我无同款层面的物件，伊给我无同款的想法。对。做机械，伊教我做猪肉纸。哎，不过阮做阿龙兄迄种朋友，伊教我讲机器要安怎做。哎，对，我甲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，就变做我的新产品了。啊，所以讲当初你有咧袂晓做这个对啊？当初袂晓，不过我强项就是我做冷冻的食品。啊，敢干咧机会当做纸？啊，白种鱼敢袂当做纸？嘛是会使，我自头到尾。试了几落种鱼啊，嗯，我有摕沙巴来做，不过迄个口味我感觉用起来都唔喜欢台东味，啊，我嘛有摕用骨头刀来用，鬼头刀啊，嘿啊，哎，做起来伊个味，较安那食嘛是感觉唔是介好，不过我摕到鸡翼来做了，清香啊清香，嗯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滋味。哦，所以讲嘛是啊，下阵咱够用鱼就对啦。对。是啦，对啦，远啦，嘿啦，哈啦，诺啦，故乡味哦是无唔对啦。也唔过哦，我感觉讲哦，这肉纸哦，若铺好嘛是还阁真厚呢。保证着你讲，因为呢，鱼肉的纤维哦比较较短，无容易哦粘做伙，较容易散掉去。所以讲铺好的肉纸爱经过一工的冷冻成型哦，才会当摕去日头烤曝，达到哦速干水分的目的啦。安尼就完成0.01公分的肉纸啦。哦，刚刚伫遮坐吼，啊，闻到这个香公公，哦，伊啊
这有影袂歹呢，你看，你看像这一片一片来做，啊，真够工的物件吼。尤其是咧做做做做烧烧的时阵，哦，确实烫啦。啊，不过吼，食了真好食。上好食就迄时阵。哎，啊，然后啊，哪食哪配饮料就对。这个是阮做细杯，这种的口感佫无同款哦。你看，伊是烤起来的哦。百几安尼。安尼啊，再起个食。哦，哎。啊，为什么那会变安尼？那会坑安尼？即马游客较侪，阮这种细片，阮来用起来，大家一杯一杯买，较无共款。而且阮做这种是层次感的，食起来感觉无共款，诶、会在口中围绕啦，那种香味，安尼感觉无共款哦。诶、啊，尤其是你若第安尼食，嘛袂讲安尼，那白安那辣，那白那辣，对，啊不，你会辣去啊？没有，诶，还袂歹哦，真诶，这个感觉真好食。啊，等阵，爱配茶哦。哦，食这配茶，对哦，对哦，这碗台东的红乌龙，哎，感觉袂歹，有无？迄种香味伫嘴会围绕，对啊，哎，一定爱这款红乌龙，因为这种物件是阮台东的物件啦，台东的鸡翅配阮台东的红乌龙，哦，安配赞，这袂歹。你这样享受呢？享受咯！你伫咧外口哦，你看咧，切刀啊，你哦，啊，切刀这样来吃，哎，那感觉不错。在家里也是啊，家里如果说有这样的话，也是蛮不错的哈。你即摆做六年嘛吼，啊，你已经有做到这个程度，啊，你有想讲以后要搁安那样来发展来你的愿望，以后要安那行？这物件吼，我就是讲要安那营销，要做好，让大家来阮台东。无要这鸡翅肉就敢那无来阮台东过，同款这种意思，对哦。因为这个物件敢那阮台东有尔，别个所在若要做，不过伊鸡肉新鲜度是无够的，鲜的就对了。鲜的，安尼哦，对，袂歹哦。啊好，啊以后来后摆，有想讲要过来做个什么款的，有这个想法无？那是会使，我是就多参考安尼凹青蛙看会使凹了。飞出去无？是啦，今日一天我对伯承安尼坐落来，我发现讲，伊虽然是一个毛头小子，也毋过啊，做代志认真，每一个细节拢无马虎。少年人有想法，又搁愿意去执行，真正是袂歹哦。对0.01公分的鸡翅肉串，我看到创新的伟大。虽然无人坐过，也不过呢，只要肯去试，自然就会水到渠成啊！安尼你讲对无？有一块土地，一块充满人情味的土地，有一群人。一阵满心朴实的人，用着台湾人不惊艰苦的精神，拼出每一人头壳顶的一片天。不管岁月如多久，无论身躯在何远。咱的身边永远拢有草地，永远。